Jimbor Zordan Himison, Zoner Monum Jimbor, Nagata, Dagger Targon, Santo Shimurto, Tomba, Jan Lagi Jomzer. Aïka dans le don, au jeune don, Jumum Dodamir Kanum, Ruak and Jijanum Jazam, Tamser Kata, Dagger Chu Tando, et tu vois, Yichi Jumjan, Tadja Habushan Shushan de Putishin.今天我们讲相关庄人，就第最后一堂课。接着上一节课，讲了发生的27种事业当中呢，前面。佛陀的事业或者发生的事业呢，让众生安置于道的所以，安置于道的本体，安置于道的果位。那么安置于道的本体当中呢，分别为资粮道、加兴道、坚道、修道。修道当中有分为，不清净七谛和清净三谛。清净三谛当中呢，我们前面就是第十四个是。安置于第九地啊，就是讲了这个。那么今天呢，就是讲这个让众生呢，就是安置于世地啊，就是安置于世地。那么这个分两个方面，就首先是第一个安置于这个众的这个世地呢，有分为安置于这个有些清净圆满成熟的这个究竟地和还有安置于他的这个功德，地道功德自在啊。就这么一个，还有一个安置于地道的这个国法当中，就分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也就是说，这个让这个菩萨呢，就是比如说以前是九地菩萨、八地菩萨的话呢，安置于十地当中，而十地的话呢，有这个特殊的一些功德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下面讲十地的这个。和还有这个安置于最后的果地呢，杂文颂词当中这样讲的，想吉多当三界者，那不是当当尼巴当三净多那三昧的，三界天数永等当想吉养乐来日那么那七那杂当顶通，当心智龙那傍晚当，第日没比次当那不是相当。做当呢，你先的嘛，先把那他的用是，没洗当，年轮的难过把的取几个银成来呢，那把你是，那把你是等的热的，我一直念完到那个整个27个其他事业啊，就是全部念完了。那么我们汉文当中呢是这样的，就是前面就是，以这个讲的这个佛道啊，就是佛这个佛地，然后呢就是讲这个严禁佛陀即决定，无量有情力啊，就讲这个，那么就是说将安置于这个智慧般若波罗蜜多的，也就是说是这个世地啊。就是这个世地呢，就是它这里分为三个方面。我们平时发愿的时候呢，也有，这个清净圆满成熟啊。清净圆满成熟是在相关庄人当中也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名词，在其他的相关的这个佛学当中呢，也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名词。以前有些人没有学过，就是比较深的，就是这些大经大论的人呢，好像我们的这个清净圆满成熟三个内容呢，就解释成其他的非常简单的一些词啊。比如说圆满的话，那什么事业圆满呢？清净的话，心地清净呢？成熟的话呢，就是让这个众生成熟啊，就简单的这样来讲。当然，它也有一些实践当中或者修行当中的简单的一些内容，但是在这里呢，就是清净三谛当中，尤其是十谛
啊，就是在实地菩萨的时候呢，他有就是这么这个三大供的啊，就清净圆满成熟，所以法王如意宝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包括一些衣柜的最后的回向文当中呢，也经常就是出现这三个字啊，就这三种名词啊，那么我们这里呢，就是讲到第十二十五个这个事业啊，第十五个事业的话呢，就是讲这个延吉佛土啊，就是延吉佛土是主要讲整个有穴道呢。 就是圆满，就清净，有穴道的这个刹土这个清净，大家都知道，就是从这个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之间的话，那就是这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到了十地的时候呢，这个这位菩萨就是将来自己这个所显现的这个刹土呢，就是完全就是可以实现，就是得以这个清净。所以呢，就是。 是他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阿弥陀佛呢，就是在他在十地菩萨的时候，整个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这个庄严这个清净呢，就是国土清净呢，就是已经这个呈现，就是所以他这里这个安置于就是像这个十地菩萨的话呢，他将来的这个佛刹呢，就是就清净庄严，就是这是就一个事业啊，就是第十六个事业。然后第十六个事业呢，就是他这里的这个圆满呢，就是我们。 经常讲的是这个清净呢，实际上是指这个刹土清净，然后圆满呢就是自了圆满啊，就经常我们出现这个字的时候呢，就是圆满不是什么其他圆满的，就是自了圆满啊，就是自了圆满，自了究竟。 那么这个到了这个十地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呢，就是马上这个圆满了。所以呢，就是最后就是决定的话呢，就是这个到了十地，就像弥勒菩萨一样的，就是他到了这个十地的时候呢，决定会是这个一生就成佛啊，就是就没有必要就是在这个转世到轮回当中去的，就是所以是决定这个成佛，因此呢，就是叫做这个清净圆满啊，也就是说是圆满资粮啊，就是圆满资粮。 然后第十七个事业呢，就是成熟有情，也就是说，是指他们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承办这个十方刹土当中的所有的，就是这些啊，就是对这些有缘的众生的话呢，他们的这个相续呢，就是得以这个成熟啊。 就是让无量的众生呢，就是得以利益，就是到了这个十地的时候，他的自相续呢，就是完全可以这个成熟啊，就完全这个成熟的。所以，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对于好像人有点老的时候呢，他已经成熟了，就是很庄严呢，就是有这种说法。但是这个跟这里次呢，就是有点不同的。他这里的这个成熟呢，是因为他度化众生呢，就是完全这个成熟啊，就是无量众生可以得以成熟。所以他这里呢。 就是讲的是这个无有量的这个有情呢，就无量有情，无量有情里，这是那个就是讲到这个师弟的这个安置呢，就是用三个这个事业，然后呢就是师弟这个最后安置于他的这个师弟上面，就是安置于各位呢，有这个颂词当中是清净佛等。 那佛等德啊，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在这个一刹那间当中呢，就是让他们通过一些这个圣通啊，然后呢，就是现前就是世间的各种功德，同时呢，就是能这个清净，就是十方当中的许多如来啊，就许多刹土的这个如来，就像我们在弥陀经里面所想象的那样，就是到这个十方世界当中去运用，然后呢拜见就是不同的这个如来，而且如来面前的话呢，就是发愿呐，就是听说教言呐，进行这个供养啊。 等等等，就是获取了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获得这个自在啊，就是获得自在。所以在这里呢，讲到了这个十地摩地十地摩位的时候呢，就是在无量个这个佛陀之前的话，那就是他可以就是接受这个教会啊，就是接受教会。那么这是。 第十七个第十八个这个事业，然后就是第三个呢，就是安置于地道这个国法当中的话呢，我们刚才这个宋词当中的话，等一下啊，宋词当中这样讲的，咱们的已经念完了，菩提分主也不会，不会化见底缘里住。 住颠倒啊，就是讲这个，也就是说，降低十九。
就种这个事业，那么十九种事业呢，是他们就是圆满这个菩提的这种印，也就是说呢，就是圆满就是菩提的一切这个之分，就是三十七道品呢，就是从这个就是四年初啊，就是到这个一切这个后来的这个如来的这些功德之间的所有的这些功德呢，就是得以这个圆满啊，就是菩提分啊，就菩提分，主也不使坏。 所以到了这个实地的时候呢，就是刚才这个菩提分呢，实际上是修道的一个本体。然后这个主也不使坏啊，就是主也不使坏呢，就是刚才这个菩提分呢，实际上是修道的一个本体。然后这个主也不使坏啊，就是主也这个不使坏，就是这是讲到这个二十种这个事业。然后二十一种事业呢，就是它这里就是讲到就是它是一种这个修道过程当中的一种这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我们像小乘当中所讲到一样的，就是它的有些这个资粮呢，就是到最后过位先前的时候，好像就是出现就是退失啊，就是出现就是不能就是如期这个成熟啊，就不会这样的，就永远不会这个社会的，就是到了这个实地的时候呢，所以这个主也不使坏啊，就是主也这个不使坏，就是这是讲到这个二十种这个事业。然后二十一种事业呢，就是它这里就是讲到见地，也就是说呢，就是到了这个实地的时候呢，本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禅经无论啊，就是当当就是这样的这种颠倒的这个相呢，就是实际上在这个明灭障。但是到了十地摩尾的四合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就是这个颠倒的这个四众颠倒的这个相呢，完全都是远离的。它可以呢，就是安置于一个远离一切这个颠倒梦相的极其清净的自性当中。 啊，就是这是第二十二种这个事业啊，就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属于这个安置于这个实地的这个安置于实地的，就是道啊，就是它的这个不同的功德当中。那么就是还有呢，就是它这里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安置于这个最后的有啊，就最后有者的这个过位上的。 啊，就他这里，这里呢，就是也是这个一生当中呢，先前这个过位的，就是最后有者的这个过位。那这是在这个颂字当中这样讲的，就比无根本逆清净即自量尤为欲无为，悉不至有一。 那么他这里也有这个几种啊，就是我们这个二十七种事业当中的第二十三个事业呢，就是实际上从这个真悟角度讲的，也就是说是这个最后有者的这种这个实地摩尾的这个菩萨，就是那么佛陀呢，就是将他们就是安置于什么样呢？就是真悟就是完全的是远离了一切这个颠倒的，就是怎么讲啊？就是那种无比根本逆的话呢，就是。 一切这个颠倒的这个根本呢，就是没有的，就是一切颠倒的这个，就是禅经无漏的这样的这种根本是没有的啊，就没有的。也就是说，是清净的这种智慧当中啊，就是这是他这里就是无比根本力呢，就是让这些这个有缘者呢，就是最后，因为他要成就一个最后有者的话呢，就是他会远离了，就是一切的这种颠倒的这个根本地当中，无比根本，无比的话呢，指的是前面就是所讲到的这个四种颠倒吧，那这个四种颠倒的这个根本呢，就是都没有的话呢，就是那就非常这个清净的一种这个法界。
智慧当中啊，就是这是第二十三个这个事业啊，就二十三个事业。然后这个清净的话呢，就是在这里讲的这个这样的最后游者的释迦牟尼的菩萨的话呢，那么就佛陀呢，就是让他们安置于就是非常清净的所有的这些障碍，就是已经断出来的这个缩断就是远离一切缩断的这种这个这个境界当中啊，就是这是第二十四个。然后第二十五个呢，就是这个最后什么呢，就是他这里讲的这个自量啊，就是自量。那自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就是究竟了这个端正的这个功德，所以呢让他们就是所有的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呢，就是都予以断除。不但是两个障碍都没有，就是他们的这个细微的习气都已经没有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他的这个能断除他的这个智慧自量和福德自量的这种这个能断的这个智慧呢，就是现前。然后缩断的这个障碍呢，就是予以断除。所以呢就是叫做是资量啊，就是让资量。那么他这里游学道当中的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有为与无为，就是悉不智有益。也就是说呢就是将这个这些菩萨安置于什么呢，就是能证悟这个有为的这个轮回的法和无为的这个涅槃的话呢，就是到最后通达，就是无有什么分开的啊，就轮回与涅槃就是此无有这个差别啊，就是轮回和涅槃呢就是稍许差别也是没有的在本体上。那这样的话完全证悟这个轮回和涅槃，就是无有这个差别的寂灭灯性的，就这样的智慧发生当中啊，就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二十六种事业。那么就是到这个最后的话呢，就是第二十七种事业呢在诵词当中就是这样讲的，就是安离大涅槃啊，就是安离大涅槃。也就是说他们整个就是从这个自量到大这个最后实地之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功德圆满的话呢，那最后就安置于这个佛的这个果位啊，就安置于这个佛的果位。那么呢就是获得了究竟就是不住的寂灭的就是大涅槃当中，就是这就是这个二十七种当中的最后的一个事业啊。那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从我们开始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讲过，其实佛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就是并不是是一次性的度啊，就是他也是跟这个不同众生的根基呢，就是对他们给一个相应的这个果位，而不是呢所有的众生就是佛依靠一种这个现世，就是然后呢让他们就是直接提拔，就是直接呢就是本来就是什么这个质量都是没有这个秀，就是是非常一个这种初学者啊，就是就非常野蛮的一个初学者，然后见到佛陀之后呢，马上给他传法，就是让他获得这个无学的这种，像我们二十七个事业当中的最后的让他安置于大涅槃，就是这种现象是没有的。那就所以呢三智是度化众生呢，就是也是一步一步来，然后菩萨度化众生的话呢，就是也是一步一步来。不要说是这个佛就是一般的我们的实践的三智是和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就是佛陀这个事业的话呢，在二十七种事业当中我们看出了，就是有些是安置于道的所业，有些也安置于道的本体，有些也安置于道的这个过位，也就是说是真正的这个大涅槃。就是这个方面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否则的话现在有些人呢就觉得是，因为现在的人我始终都觉得是很多人呢好像对这个佛教就是了解的特别特别就是少啊，就这样之后呢就要么就是佛教就是看得非常这个简单，就是好像谁都可以这个了解，就要么把这个佛法呢就是看得特别的这个深啊，谁也不能了解，就是这两个都是一种极端的。就是其实真正的这个佛教呢，就是它有这个非常深的这个意层内容啊，就这个是不要说我们这个可能一辈子的我们去研究啊，就是再有智慧的实践当中的再有超胜的这些智慧，他们去研究的话呢，那真正的这个内容通达呢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是这是我们要就是应该就是明白。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如果就是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呢，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呢，都可以去了解，都可以去这个接触啊，就是这样之后呢，在他的这种智慧呢，就是有不同程度的，就是可以给你就分享啊，就这样之后，我想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社会啊，就是这个社会呢。
就很多人的，就是比较这个痛苦当中啊，就是解决这个痛苦的方法呢，当然是这个古今中外啊，哈，就是现在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方法，就是人们也是寻找这个方法，但是在寻找方法的过程当中呢，大多数都偏向也是一种，这个物质上面的。 啊，就是用物质方面的东西来，就是开始给我这个进行刺激啊，就进行补充啊，就进行这个，就是转化啊等等，就是有各种这个方式来，就是进行，对自己的这种心理呢，就是做一些不同程度的治疗啊，就是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现在我们用一些心灵的这个层面来，就是进行对它，就是开始这个教化，就或者说是净化，就是那其中呢，我们。 可能对这个大乘的这个佛教的这个空性和，还有就是这大乘佛教的一些这个慈悲观呢，就是这两者呢，我们建议呢应该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这并不是我们就是为了就是到这个某个目的啊，就在这里呢就是跟大家就是可以宣传了，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自身的这个研究也好修学。 过程当中的话，那就是发现我们，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如果没有在这方面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智慧的话呢，很难以断掉我们相续当中的这种这个我执和痛苦啊，就是这个很难断住。如果我们有了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智慧的时候呢，不同程度的会减少我们的这个痛苦。所以现在世间人们呢，就经常讲这个心腹观呢，就是这个心腹观呢。 就是这个心腹观呢，很多人就是很重视，就是这个心腹就每个人的是从早上这个起来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呢，都会就是想着追求一个真正永恒的不变的一个这个心腹啊。但是真正得到心腹的人呢，恐怕是不一定很多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讲到这个相关转轮的究竟意义呢，也是这样的。但是呢，这种这个方法就是能接受这来讲呢，也是有不同缘分和不同次第的。就这一点一定要就明白啊。就是那最后的这个摄意呢，它这里讲这个虚发生事业有二十七种，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这个在有关的这个般若经当中承许啊，就是前面就是讲这个表示这个第八品发生的这个七十法呢，就是由这个二十七种事业，也就是说这个用二十七种这个佛的事业来表示这个发生。发生是什么样呢？发生就是具有二十七种这个事业的，用它的事业来表示这个发生，就是表
第八品啊，就是第八品，就是那么下面就是讲到是这个整个相关状论的最后的这个摄义啊，就是最后的这个摄义。那么如是宣说这摄义呢，分为两个方面，就是讲，就是分为两个方面讲，就是一个呢就是设为这个六种相关，还有一个呢就是设为这个三种相关啊，就是就这两个方面讲。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前面的这个大科判当中的话呢，西幻这个光数者呢，就是我们用这个八个玄观来讲的，然后八个玄观呢，就是用这个三智四加性，还有这个最后的发生呢，用这个再光数的话呢，就七十亿啊，就是七十亿来，就是全讲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是就对这个西幻这个光数者、西幻细论者呢，通过这个以上的这种分析呢，就是已经圆满的。这个讲述了就是相关重要论的全部内容。那么下面呢，就是喜欢这个中等者，也不喜欢特别光的，就这种人面前呢，我这个弥勒菩萨就是特别的这个加持啊，就为他们就是宣讲了六种这个相关。然后有些
也喜欢特别见远的人呢，那这样的人面前呢，就是弥勒菩萨有时慈悲，这个开示呢，就是用这个三种相观呢，就是三种相观。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三种相观也好，六种相观当中呢，都三面的这个八种相观呢，都已经这个具足了啊，就具足了。因此，我们给别人这个，我们虽然没有这个弥勒菩萨那样的这个功德，但是呢，我们。 其实人呢，就是对这个别人的这个分析场合，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不管是说话也好，做事也好，或者呢，就是任何时候啊，就是看这个什么样的场合呢，就是说什么样的这个话，就这是叫做这个真正的度化众生的三巧方便呢。 我们有些人可能就是很像这个利益众生、弘扬佛法，但是往往的是自己呢，就是不知这个这种方法，每次就该说的就是不该说，就是不该说的呢，就是已经说出去了，或者呢，就是有些时候的话呢，我们这个说话呢，就是需要这个光说，有些时候呢，就是需要略说。 而不能盖光的时候呢，就是不光就是特别特别略，一两句话就解决了。而盖略的时候呢，就是不略，就是就一直这个光说啊，就这是我们实践当中也是没有这个语言的这种功夫和辩才，就这是不合理的。因此，以后呢要应该要了解这个三巧方便了，就是度化众生一样。我们作为后学者，虽然不可能具足就是释迦牟尼佛和弥勒菩萨那样的这个功德和就是他们的这种方法，但是呢，我们也毕竟是最顺者、学习者。 因此，在任何时候呢，就是就像如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具有这个正知和正念啊，就是有正知和有正念的时候呢，我们随时都是可以用一种这个智慧来这个摄持。如果我们没有正知正念的话呢，那就像有些论点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凡夫具有一切殊福的人呢，实际上是跟这个疯狂者没有什么差别。有时候我们的说话和我们的这个行为呢，就是确实也带有一些这个就是疯狂者的这个行为啊，就是所以。 这里有五个比是吧？有时候这个法尊法师这边翻译的，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讲的是和六种相关呢，就是实际上那六种相关呢，就是前面的，包括我们讲这个发心和中心呢，还有呢就是教言等等，就是这些时候的时候，讲这些时候呢，就是也经常引用这个校正来就是进行，就是代表对比啊，就是因为不同众生的根基面前呢，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六种相关，就是就讲的比较多啊。那么这次呢，我们就按这样这个讲的。那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相即必假行呢，必即必见此，必尽必已所欲六种略已啊，就是相必假行，必即必见此，必尽必有五个比是吧？好像藏文当中也有这么多。
编制就是这三个字呢，实际上是记到过，就是也是记到过，就是这个了知为空性的，就是这么一个法相啊。就为什么说它就称为是法相呢？因为通过这个文字来就是进行觉者，就是这三者的这个法相，就是所以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法相的现观，也就是说我们对境这个三者的现观呢，就是在这里。 这三智呢，实际上是都是无声空性，就是都不管是编智、道智这个寂智啊，就是那三种智的话呢，都是无声的一种这个空性的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发现，而且它也是依靠这个文字来进行抉择，最后呢就是先前这三智的果位，这三智，因此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相啊，就是相的话呢，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法相的意思。然后就毕加行呢，那么这个三智呢，就是作为我们最初的这个目标，就是抉择的地方。 抉择的这个对境，那么啊，它呢就是通过四种加行来进行这个修行的。那四种加行来修行的时候呢，第一个是这个毕加行，也就是说是真等加行。那真等加行呢，就是圆满的这个修行这个所有的这个三种智慧的这个现象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叫做是这个真等加行，也就是说圆满的这个修行这个所有的这个三种智慧的这个现象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叫做是这个真等加行，也就是说圆满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就真等加行当中已经就是圆满的，就是这样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加行相和这个加行的这种这个加行相和加行的这个什么，所缘这加行的所缘和这个现象是吧？就是所有的加行就是所以说就这就是是真等加行啊，就真等加行就是这是圆满的，就是将这个三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心相和所缘，就是这么一个阶段的现观，就是所以叫做呢，就是这是第二个这个现观啊，就是第二个现观。然后第三个现观呢，就是那么真等加行过了以后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定加性，因为真等加性是印，就是定加性呢，就是过，那么定加性呢，所有的这个真等加性的话呢，就是永不从生度的这个去修行，然后
个是这个因和果的关系啊，就是是整个三字的一个这个修行过程。然后那么什么方法来修呢？就是是这个渐次加心来修。那渐次加心呢，实际上是通过一种这个分开，或者是次第，或者呢就是是圆融无为，就是就不通次第，不通次第，因为不可能是一下子就所有的这些这个173相全部都是圆满了，就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就是他按这个次第和顺序来修行，就是前面的这个三字，就是最后呢就是能显现的这么一个阶段的这个现观呢，就是这叫做是渐次加心。然后渐次加心的过，就是他呢到最后就是修得非常圆满的时候呢，就是到这个刹那加心，也就是说是这个在我们游穴道当中的话，那就是是最高的这个一个境界，在我们游穴道当中啊，也就是说是刹那间当中呢，就是能圆满，就是所有上面渐次加心当中就是所讲到的这些修行啊，就是因为渐次加心的时候它是次第次第修来的，然后刹那加心的时候呢，就是在短暂的这个尘沙刹那当中现前，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现观啊，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刹那加心。那么这就是第五个这个加心，第五个这个现观。那么第六个现观呢，就是当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也就是说是我们所谓的法身吧，就是这个三者的这些现象呢，到最后就是成熟这个圆满，就现前，就这样的现观呢，就是叫做什么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法身啊，就是最后这个现前的这个一数过的这个法身啊，就是所有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在这里讲六种这个现观的时候呢，我们前面就是毕即是指的是这个定加身，毕坚持是这个坚持加心，毕尽就是也究竟的尽呢，就是指的是刹那加心，然后毕一数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法身，就是于六种议论，也就是说坚虑起来的话呢，那么我们实践当中的众生的根基不同的，有些是喜欢重等的，也不能太光了，也不能太虐了，稍微这个重等，我们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不要讲的太光了，不然的话呢我就坐飞机不想听了，你不要讲的也太虐了，就是这样一个小时左右我还可以，就所以我
一般听这些人就是这样一个小时多了以后的话，那很多人都就是开始犯厌，就不高兴，就是然后呢，就不能太广了。然后一个小时之内，就是比如说讲个半个小时，讲个20分钟的话呢，有很多人也不高兴。哎，我们专门听课的话呢，就20分钟听什么课啊？再多讲一点吧。所以后来呢，就是确定了我的现在课呢，就是对中等者，就是这个六种现观者面前。 这样这个一个小时就是不想听的话，那就是那就不要来了。就是一个小时就是多了的话，那我也尽量就是现在有些习惯呢，就是多1分钟的时候的时候开始不断的给我提示。其实1分钟2分钟也没有必要这么有。我们如果3卵的话，那就是不要说1分钟，这个什么但是呢，就是经常我前面做的有个别道友的话，那就是过了这个一个小时的时候呢，他特意来。 表示有点累了嘛，就不想听了，就是所以，这种情况啊，就是属于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讲到这个六种啊，就是六种，六种就是是比较这个喜欢中等的，不光不略的众生呢，面前就是讲这个，六种什么现观啊，就六种现观，六种现观，也就是说是他这里这个讲法呢，就是我们前面把这个三者呢，就是作为一个这个现观来就是讲的，然后呢，就是这是这样一来呢，就是总共有这个六。 六种这个现观，就是这是，在我们这个慈悲心就是宣讲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必要啊，就这是讲的是对这个中等根基在面前就是不光不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下面就是讲这个对色为这个三种现观呢，就是色为这个三种现观。那三种现观呢，就是这样的。 이르는 바 씀들 주라시 덩니 대출금천래 제가는 돈디 잔디 남바 돈디 잔디 남바 씀 돈디 잔디 남바 씀 시럽지 바로도 심바 망가 단주 몸버스도 버 겐지 샤위 츠글레르시바 조소 아 这样的然后就是 初经有三种，因四家信行，发生事业过于三种女矣，那么就是讲到了这里呢，就刚才是六种这个现观了，就是下面是在这个喜欢比较这个简略的啊，就立根者，因为敦根者的话呢，他可能听不懂，就是就这样，其实这个最前面讲的话，立根者就光这三个就懂了，然后中根者，按照如果我的话呢，就是弥勒菩萨。 就是先讲略的，然后再讲重的，然后再听不懂的人讲广的，可能好一点。但是弥勒菩萨是就是最略的呢，就是放在最后的啊，就是这样的。你刚开始一看呢，有些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喜欢略的人呢，就是把现观庄严全部读完了以后才看得到这个，或者是从后面读过。怎么讲？色为这个三种现观呢，就是这个初经有三种，因四家信心啊，发生一，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这里三者啊，就是前面的这个机智道这个变质，就这三者呢，就是实际上是机道过的，就是不同的这个分法。那机道过呢，我们前面讲的一样的，就是都是这个无生空性的一个现观啊，就是无生空性的一个现观。因此呢，就是这三者呢，就是作为是一种，就是也就是说对境呢，就是空性这个三者，空性的这种智慧啊，就是空性的这个智慧，就是这是第一个这个现观。然后第二个现观就是。 第二个现观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楞这个修持这样的这个对境的三智呢，就是通过一种加性的方式来修，也就是说呢，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真灯加性和还有这个定加性，然后坚持加性和刹那加性，这四个加性的话呢，实际上都是这个修持三智的一种这个性味。 啊，就是一种这个修性，那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就是修性空性呢，就是修性这个次第的这个空性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修三智啊，就是修三智。那么所有的这个四加性呢，就是在这里安立为这个一个相关啊，就一个相关。然后。
这样的这种修行呢，就是慢慢慢慢，就是这个圆满的时候呢，就是楞这个现前，就是究竟的这个过位，连通这个事业啊，就是因为事业是它的一个附加，它的一个作用，就是所以说这个现前的时候呢，就是叫做是最后的一个现观啊，就是这是最后的一个现观。因此，它这里呢，就是为了利益啊，就是世间当中的有些喜欢这个略缩的这个众生啊，就是众生的话呢，程序就是三种这个现观。 啊，就程序三种相关，所以我们，智一上的整个这个内容的话呢，就是对这个西幻略说这呢，啊，就宣讲了什么？就是宣讲了这个三种这个相关啊，就三种相关。那么智一上已经就是讲了，就是对这个光的这个般若的这个。 舍义的教言、中般若的这个舍义的教言和略般若的这个舍义的教言都已经讲了，因此，弥勒菩萨呢，就是在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敲阶当中也会讲过的，然后我们这个般若经当中呢也会讲过，相关的一些这个注释当中啊，前辈的高僧大德们呢都会讲到，就是说是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般若啊。 就是般若归纳起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包括在我们这个相观转轮当中啊，就是它是一个窍诀性的啊，弥勒菩萨是讲了一种这个窍诀，就是窍诀性的，因此啊就可以包括在我们这个相观转轮当中。因此，作为合学者的话呢，就是应该以这个恭敬心啊，以很长性的进行来就是进行这个渗入。 啊，我们这次呢，也不算很广啊，就是给大家讲的不广，也不算很略，就是应该字面上呢，就是我自己相信也给大家已经做了这个解释。然后我们这里也有愿者的话呢，就是希望有个别人呢，就是从开始到一直呢，就是圆满的已经这个听说完了，就是一直听说完了。有个别的话呢，可能是前面就是没有这个干上。 但是我希望你们呢，以后这个在这个其他的一些法事面前呢，就是这个相观转轮的，光是诵此念一遍呢，就是不是很困难的，就是你可以这个得一个这个传承啊，就是得一个传承。然后自己呢，就是通过这个光盘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音频的话呢，以后呢，就是也从头到尾就是重新再听一遍，就是这样，也是这个法呢，就是算是一种这个三十三种吧，就是三十三种。因为我们这个今生短暂的人生当中。 遇到了这个弥勒菩萨的这种法呢，就是的确也是非常的这个难得啊。佛陀跟那个佛陀跟这个阿难就是尊者啊，就是也是这个说过，就是我这个话呢，就是以前引用在那个般若诵的，好像这个前言当中吧，就是讲过，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就是他的这个一些这个佛法。 就释怀的话呢，就是不要紧的。但是这个般若法呢，就是只言片语，也是不能忘记的。因为你就是它是一切这个如来的净水，所以佛陀当时跟阿难说呢，就是说是你对这个如来呢，就是应该有一种报恩的心呢，就是千万不要这个社会般若，一定要铭记于自己的这个心。 我们在座的人，表面上看来呢，就是佛陀对阿难说的，实际上呢，就是佛陀对我们说的。我们后学者就是遇到了这个空性般若法门，的的确确就非常的这个难得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失去了这个家庭也好，财富也好，感情也好，名声也好，地位也好，就是这些呢。 就对你来讲是表面上认为你可能是这是损失非常大的，但其实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真正我们相续当中，就是对般若这个法门的这个欢喜心和他的这个信心已经失去的话呢，就是那是非常这个可惜的事情了。因此呢，就是大家务必要啊这个重视起来。佛陀还在这个不同的经典当中呢，对这个善现呢，有时候讲的这个须菩提啊，也已经讲了很多的道理，说是啊。 这个一切的这种这个根当中的话呢，就是明根是很重要的。一旦就是明根断了的话呢，就是那么其他的根呢，就是无济于事。同样的道理，就是他所有的这些这个法当中呢，就是般若法是很重要的。如果般若法的明根断了的话呢，那其他的这个教法呢，就是都没有这个实在的这种这个意义了啊，就是没有这个注释的这个意义了啊。这也是非常这个深深的这个教言，就是因此我们这个。 大家就是以后呢，就是应该对这个弥勒菩萨，就是他通过一种。
教研啊，就是教觉的这个形式来宣讲了这个相关专案论。我想我们很多人呢，就包括我们在网上听课的人和我们线上听课的这些人呢，这次这个听相关专案论呢，大家都是从态度上啊，包括在讲课过程当中的话呢，都很认真的，就是从头到尾，就是都这个圆满呢啊，就百分之九十这个就是7.5678期的人呢。都很认真的啊，就是认真的，但极少数的就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了，就是然后，到这个最后呢，就没有的，就这种现象呢也是有的，就只不过我不是刚开始这个像的那样，就是刚开始我想可能相关专案论听的人应该很多的，到最后的时候呢应该是没有的，但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个，我们就包括这个网上听课的人也是刚开始。 应该是记得有多少人？我看看啊，刚开始，我这里有个表。刚开始的时候，差距不是很大。 刚开始的第一节课是3150个人，第二节课是2650个人，第三节课是2360个人，但最近呢，也是2000多人了，2000多人还可以，就刚开始第一天的。 跟这个现在呢，我们网上数据看的话，那就是1000个人已经开度的时候或者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呢，没有了。但这也是正常现象啊，就我们学员当中也不是特别清楚怎么样，就是看看，就不管怎么样，人多会少呢，就是对我们来讲也没有什么的。现在网上这个搞一些娱乐活动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几千几万人，就是这是。 我们这个也不在乎，但最关键的就是也可以看出来大家对这个佛法的一种这个希求性啊，就希求性就是因此呢，就是我们这里相关的建议当中也讲了，就是以后呢，希望这个对般若的这种文思呢，就是不断的去行持啊。 就我相信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学了相关专案论，学了英明的话呢，可能其他的文思都很容易了，包括讲什么这个如菩萨行论啊、千行啊，这些都是非常简单。就是我一看到这个，我看到这次我们这个讲课的有些道友啊，就是跟他们的一些话语当中也说啊，就相关专案论很难懂，以前就是讲其他的就比较难懂，现在一讲相关专案论，相关专案论讲完了的那就。 其他的就看了几遍，看一遍两遍就没问题。所以我们对佛教的这个文思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网上和线上的很多人呢，还是有一定的智慧的人在听。就是如果实在是自己没有水平的话，可能兴趣也没有，刚开始也不一定加入，然后到最后呢也不一定坚持下来。因此呢，我想我们今天啊，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堂课，能坚持下来的，就是你们也很不容易，我也很不容易。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很多人就是听一个讲座的话呢，有些人都坐不住，就是就那这个比较起来的话呢，我想就是你们就是听这么多堂课也是很难得的。但实际上从这个佛法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上面看呢，我们大家都应该是这样的。比如说像我的话呢，也是越过这个很多这个城市啊。 就坐飞机的是有时候是3-4个小时，就包括就是坐车和一切的是6-7个小时。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两个小时的一趟课。然后有些人呢，也是从这个国外坐飞机，或者是国内坐飞机，就是到那一个地方去听一节课，听两节课。然后呢，听完了课以后呢，就是他也特别忙，就马上就是乘飞机也这个过去。为了这个佛法和真理的话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值得的。我们实践当中也是为了探一个身影呢，就是为了。 就是看一个什么公园啊，或者是看一个花园啊，也是要在放假期间，就是到处都就是花钱呐、花时间呐、大家都在这样，就这样的话，有时候是为了我们这个精神的这种真正的这个解脱呢。
就是这方面就是付出呢，就是也是非常这个值得。我自己认为呢，也是一直这个坚持的，就是不断的这个讲啊，就是因为就弥勒菩萨的这部论点，就是这次讲完了以后，心里呢也很高兴啊，就是也很高兴。 那么后面就是最后呢，就是造论的这个结尾啊，般若翘觉现观庄严论，至尊弥勒护主这个专主愿满啊，就这是弥勒菩萨呢，就是对这个无著菩萨所讲的这个弥勒无论，就是次世无论啊，就是现观庄严论，然后就是辩中辩论和辩发心论，就辩发心论，还有呢就是报心论和这个经庄严论啊，就是这是弥勒无论。 所以我以前呢，也是用藏语来，就是弥勒无论都是讲过，就是然后韩语的话呢，韩文的话呢，就是就浙江国这个现观庄严论啊，以后的话呢，就是无部大论讲完了以后，慢慢的就是将这个可能弥勒无论呢，就是也想，讲一下，就是明年的话呢，就是准备这个经庄严论啊，因为摩诃仁波切说这个经庄严论文史的话呢，就是对整个这个所有的大乘佛法的文史的功德呢，就是度圆满，就是所以说。 我就这句话呢，就是非常吸引住了。就法王如意宝1500回来以后，大概是在88年的时候吧，就是也跟我们讲了这个摩诃仁波切的这个注释啊，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这个各方面就是没有出现什么违缘的话呢，明年呢就是准备这个讲那个经庄严论。然后如果各方面因缘具足的话呢，其他的这个弥勒三论呢，因为其他的就是不太多，就是一个是这个报心论也不太多，就也不太难，然后。 就是这个编发发心轮和编众编论的话，那也比较容易吧。就是也比较简单，就是以后有方便的时候也跟大家讲啊。就是今天呢，就是弥勒菩萨所造的这个圆满。其实这个我个人来讲，觉得缘起很好。今天我正好那个就是八大菩萨传里面就是翻译到这个弥勒菩萨的传记的开始，就是然后就是大概是弥勒菩萨的第一段的这个公案呢，就是都翻译了。 就是所以说，刚好这个遇到这个弥勒菩萨呢，就是我们的，我们如果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没有这个成就的话呢，我们也共同发愿，就是然后这个弥勒菩萨这个弘扬这个佛法和这个来转发论的时候呢，我们会这个称为这个他的这个述着卷述啊，这是相关的论点当中呢都有这个讲的，就是包括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就是受持这个一分戒以上的这些人呢，都会。 就是在弥勒这个佛出世的时候呢，会这个变成他的述着卷说。我相信我们这个通过各种缘起和因缘的话呢，会这个在不久的将来就是会获得就是如此的成就啊，就这是就讲这个他的最后造论的结尾。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摩诃的这个译跋，就是就此般若波罗蜜多教书现观庄严论由。 翻译藏者，是为天主本命光光轮师和还有吉祥寂一师。 翻译校对，就是这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现观庄严论敲诀论呢，实际是先用这个梵语来就是译成这个藏文，然后译成藏文的这个译士呢，就是是印度的这个本命光论师啊，就是这是印度人一个印度的这个法师，就是印度人。 然后我们藏地的叫吉祥寂，吉祥寂是我们其他里面就叫嘎瓦白扎，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其他，他是在前译的时候，就前译的时候，嘎瓦白扎是这个嘎觉相，就是他是三大译士之一啊，就是当时就像我们唐代三大译士之一一样的，就是在那个应该是第八世纪，就是中藏干部时候呢，就是他是最出名的一个译士啊，他翻译的非常非常多，就是当时他跟莲花生大师一起就翻译了一些序部，后来呢就是述这个国王的这种，应该是对，就是他是嘎巴白泽，也叫做是这个吉祥寂一师翻译这个校对，就是这是前译的时候，然后由这个何有这个那么后来。
后来这个和洪世纪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由这个天主啊，印度的大德就是叫乌斯伦斯啊，就乌斯伦斯，这是印度人。然后藏地人呢，就是叫这个聚会仪式，就聚会仪式是，如果罗登写的。 就是，他是也是非常这个著名的，但很谦虚的。他经常说是，牵引的这些意识呢，就是像太阳和月亮一样的，就是然后何以的这些像他那样的话呢，就像星星一样的，非常微弱。就是他经常自己呢，就是就特别就是很谦虚的赞叹这个牵引的这些意识啊，然后他。 他那个翻译的也是这个相当多的，就是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历史上呢，就是贡献就是非常大的，就是当时，包括阿底峡尊者，这个来到这个藏地龙洞穴，对，如果老比罗，就是如果老比写，当然后他呢，因为这个相关状论，有些密勒无论当中，就是有些是在这个牵引，就是没有后来就是进行移交，但这个呢，就是有后来的一些这个移交啊，就是然后这个聚会仪式呢，就是从以并且呢，就是这个校对啊，就是三位这个觉者啊，就这是，然后这个韩。 就是这次的话呢，就是这个按照这个法尊法师的这个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译本，有些地方呢就是跟很多藏文的讲义和一些其他讲义就实在是没办法对得适合呢，就是稍微就是里面做了几个别的字呢，就是做了一些调整，里面也可能发现，而且呢我在里面的有稍微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呢，就是都做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注释啊，就这样之后，我想我们就今天呢就是应该算是这个诵词啊，就根据这个我们经常说的五八活佛的讲义吧，就是东阿当比尼玛，就是他的这个讲义的刻板呢，作为这个框架，就是然后呢就是解释就是这个诵词啊，就因为我们这次呢我好像是在这个07年的时候呢，就是翻译那个东阿当比尼玛的他的这个著述，就是因为他呢是上师如意宝以前也在他面前就是听过法的，然后他呢就是在这个近代来讲呢是真正就是获得了弥勒菩萨的这个色素的
这个法院就是大概是法王在世的时候都开始这个发愿，但后来呢，就仙光庄严的诵词呢就是没有降完，就是其他的话呢都基本上圆满了，就由于做我降完了那个七十一和那个修行次第，然后这里很多法师呢就。
简单的念个会供，寄送呢，就是然后呢，算是这个相用，也是算是一种这个很这个开心的，就是供养这个诸佛菩萨和护法神，同时呢，我们就算是这个般若经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已经圆满了啊，这个会供呢也很简单的，我们不耽误很多的时间，就是先念个忏悔文，然后呢会供几年几遍，然后供个护法呢，就开始编持编这个回向，就是念普贤心愿品，不然的话我们网上的很多人呢会有这个羡慕心和嫉妒心。 Om Mandarangara Banna Sadardham Om Mandarangara Banna Sadardham